得嘞。赶快去抢，数量有限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买了送人都没问题，送人都没问题，喝到嘴里它是有一股清甜的味道啊，确实是有股清甜的味道的。真好喝，真好喝，真好喝，赶快抢。雪菊开了的好还是没有开的好？没开的，没有开的好。我们就是没有开的，你开开开的就不好了。记住，开开了它很多的养分啊，它的好东西就散发出去了，知道吧？哇，这杯子里面开，我们俩是没洗，特别漂亮啊！你们放在杯子里面泡着喝，真的颜值也高，然后又好喝，清甜，叫一二三高。咱们直播间有哎呦我的妈！浮云，你别打这个节奏了哈！咱们阿米真没怀孕，真没怀孕。说实话，我谢谢你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。阿米，你不行，你要拍拍自己的肚子证明一下吧。真的，你像我这样拍拍肚子证明一下吧。真没怀孕啊，真没怀孕。别，你说的阿米都不好意思了。说实话。那数量有限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还有最后的12单，我的妈，这速度太快了，就剩3单了，速度挺快的。发什么快的？中通、申通，可能是随机。花椒有吗？等会给大家扎一波葫芦。哎，为什么你的这么快就落下去了，我的还没落呢？因为你的，来，咱俩干杯。交杯不太合适吧？你那是在那瞎扯。谁跟你交杯了？真的是服了。不太合适吧？哥姐们，交杯合不合适啊？你们说合不合适？不合适。瞎扯！刚刚悄悄的说了一句交杯，哎，你还当我没听到？谁说交杯了呀？啊，算了。我说碰一杯，你们听到没有？我没说交杯哈。是的吗？你看他们都能。哥姐们，还有最后的三单，赶快抢，没有了哈。我说实话啊，你们喝到嘴里不需要放冰糖，它有微微的一丝丝的甜味啊，一丝丝。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选择去放冰糖，都可以啊。好喝，真好喝。有什么作用？降压三高。对，就好喝。就好喝，降压三高。啊，哪个这是什么？有，还有一个小燕子嘞。你们这个小燕子跟我们老家的燕子长得不一样。这嘴上叼着啥呀？它叼着那个，它要可立它那窝去了。那小它要去喂它的孩子，它要喂它的孩子。要个歪的呢。哦，它那个，赶快去抢，哥姐们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，快快快快快！那个长得假是真的。哦，对，哥姐们，这个东西你们可以放在公司里招待客人都没问题。哦，对，绝对有档次的东西啊！你要用普通的菊花去招待客人，那说实话被骂的。但是这个你招待客人绝对没问题，对，你看多漂亮，没有染色，没有染色啊，哥姐们，纯天然。要不这样，哥姐们，因为这太烫了，我现在马上我找个东西给它浪费一点哈，把那个水给倒了，马上再给大家泡第二杯，让大家看看耐不耐泡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可以吧，哥姐们？来，真好喝。用西洋参绑一下，黑了，我本来就黑的呀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就黑，我们那边紫外线也很强，太阳特别的大，所以呢，很黑的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仔细看哈，这是我浪费了一杯哈，希望大家别缩小了。来，直接加，快了，没水喽。感觉切的太嫩，是不是比第一杯上色更快？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别急，一菲菲更浓，特别的耐泡，特别的耐泡。我先放在这里，我去烧瓶水。大家赶快拍，还有最后的2单，还有2单。
真的很好喝，特别好喝，梅三糕可以喝吗？当然可以呀，这个就是平时你们像茶叶一样喝就可以了。这个本来就是叫三糕的。啊，这本来就是叫，他们说没有三糕的可以喝吗？可以喝。我说可以的。但是血糖低的不能喝啊。哦，对对对。本来就低的不能喝。嗯，你本来就低，你喝肯定不行。他没有说低，他说的是没有压三高可以喝吗？他是这样说的。有三高的人放多少？三高的你们放个十克嘛？小朋友可以喝吗？可以喝，少喝一点就可以喽。你们看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这个东西是你完全可以闭上眼睛拍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你们完全可以闭上眼睛拍的。那这样吧，下次不行的话，咱们就给大家上个半斤的。嗯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下次直接给大家上半斤的，半斤250，125，125加八块，133，可以吗，哥姐们？下次直接给大家上半斤的更合适。有没有想拍半斤的？有没有？有的大家扣个一，直接给大家上半斤的下次。嗯，半斤肯定是更合算呀。对对对，太多了。是的，确实放的有点多。哇，这么多人都想。下次吧，下次吧。哥姐们，还有最后一单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最后一单拍完结束了哈，这个。好喝，真好喝。说实话，哥姐们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真的是 YYDS。今天晚上，我想带阿米去吃点好吃的，因为来了这几天都挺辛苦的。到时候给大家开直播，大家想不想看？我带阿米去吃好吃的，开直播。顺便，因为咱们这一次来的太着急了，也没有给阿米买衣服什么的，都没怎么带。到时候带阿米去，这边去买两套衣服，换洗一下。好，阿米。哦，是吗？我们这点天气还冷，这得多浪费钱，不用吗？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做个直播预告，然后，我看，今天多少号？今天23号，明天我们那边就赶集。明天我们直接就赶集了。那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几，我也不太确定，然后几点钟那个。哥姐们，赶快去抢！雪太君要刚刚踢了最踢了两单啊，刚刚踢了两单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那边是一个月赶三次集。我们是就四号，我们家那边是4号、14号、24号。我们是赶三天，我赶集都会去吃凉粉。凉粉好吃。你们这边没有凉粉？有呢。哦，有的哈。凉粉。它不好吃啊？好吃呢，但是口味它还是差不多。辣不辣？辣呢？哦，我喜欢。你啊，要不辣也可以，要辣也可以，不辣的话不好吃。特别喜欢吃凉粉。赶快抢，赶快抢！还有凉面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哥姐们，雪太君没有了，抢不到的，不好意思了哈，哥姐们。这个喝在嘴里口感真的太好了，哥姐们，你看，马上又浓了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又浓了？没有我的浓，对吧？差不太多了，好吧？差不太多，因为我这是第二杯，他这是第一杯嘛，对吧？你的比我的更浓一点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们这也没差多少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这说明非常的耐泡。谢谢，我第一杯放的水确实。雪胎菊。降火吗？它是降三高，而且喝的特别香，清甜清甜的。哎呦，真好。云南米线。你们这边米线也出名哈，你们这边米线特别有名，过桥米线，过桥，这是什么？雪胎菊，喝了可以降压三高。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有没有40岁以上的？有的扣个一，必买的。对，必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太便宜了，58块钱100克，这100克够你们喝两个月。够你们喝两个月，每次只需要喝放7到8颗，放这么一丁点就行了，特别的耐泡，完全可以够你喝
很久，并且你泡一杯特别的养生，泡一杯够你喝半天的，特别的好。像压山膏可以美容养颜，沸水泡沫，是的是的，开水开水没问题的。我的，这么多人没抢到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没抢到，因为刚刚现在有几单没付款的，我给踢了。那行，我来再给大家踢一下库存，踢了十单，大家抢去吧。踢了十单。手术好，有副作用吗？没有没有，业务有吗？业务没有。踢了十单。我都八九十哇，那长寿啊，真的。踢了十单，哥姐们，赶快去抢吧。扣个九哥们，已经上了哈，已经上了，已经上了。踢了十单，终于搭上了，啥意思啊？对啊，这是咱们的西洋参。你咬动，这你咬的啊？这你咬的？我刚刚吃了一根，我咬得动吗？对，咬不起。这我没咬，我只是掰开了咬。我知道你，我咬的这边。我刚刚吃了一根，不喝他能听个人的感冒。不是你，哦，也可以这样泡哈。当然可以了，赶快去抢，快没喽。对，阿米，你答应给我表白的嘞，你这，你们听说我要给他表白了吗？我没有跟他表白的意思啊，对吧？表白的了，表白的了，嫁给他的了，哎呦，他又是不操那个小猴子呢。这个阿姨太搞笑了。感觉我站在你家有你还不？我配不上他。不是不是，没有排得上呢，排得上呢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是我配不上，不是他配不上。啊，冒情绪了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对了，还要。哎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雪太菊还有最后两单，最后两单大家赶快抢一下，没了哈。那个话就是在货超市里面。你看，我把雪菜鱼加上西洋参泡，更牛逼，真好喝，真的你配不上它，我知道呀。你看，大家觉得能不能配得上？觉得能的打个能，觉得不能的打个不能。你亮个相嘛！不是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别这么说啦！真的，不客气了，不客气了。哎呦，臭香臭对了，天生那对了。不行，我要跑了。这怎么都打个能？好，谢谢你们哈，又给了我一丝丝自信，翻译人生了吗？没有没有。那咱们再给大家上点啥？你们还想要什么，哥姐们？雪太菊还有最后一单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雪太菊就剩最后一单了，大家赶快去抢一下啊，赶快去抢一下，赶快去抢，最后一单拍完就没了啊，就没有了。因为这个说实话啊，真的还是特别珍贵的东西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非常高端的东西，非常珍贵的东西，我建议大家至少拍个两单，两到三单，建议大家拍个两到三单，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对，你们可以你们拍了西洋参的也可以放着一起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它自带甜味。不是上火，自带甜味。它是降火的。赶快去抢。最后一单。最后一单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最后一单了。他们有香油呢呀。我今天在苗苗这拍了各种实单。哎呦，谢谢贵人鱼，我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姐姐。谢谢，我必须得跟您说一声啊，需要您才拍，不需要不要拍。对，您现在申请退款也没关系的，用不到的东西咱不能浪费，好吧？我知道您是想支持我还有这丫头，但是用不到咱们不能浪费，知道吧？送人啊什么这是可以的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没了。我再给大家，就是大家预约一下咱们明天的直播吧，明天的直播在这里，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啊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
大家一起预约一下直播，感谢你们。下来哭，刚刚在我手里的那是哪一种？没啥。嗯，没有。小苗一个自骑，是自强自立的一个好小伙，谢谢谢谢。我抢了两单，上雪燕。嗯，明天明天给他。有大红袍花椒吗？没有。晚上直播什么时间？因为我打算等一下带他出去，因为我不太确定几点钟下播，因为我下播了过去的话肯定是路上是播不了的，因为没信号，路上没信号。反正这个明天的直播大家可以先预约。嗯，对对对。等会播的话，播的话你们都会能看得到的，反正谢谢大家。反正我们后天也会播，后天也会播，你们现在也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。嗯，你们也可以预约后天的，现在又是后天的了，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后天的啊，给大家上一个从来没有卖过的东西，好吧，好不好？从来没有卖过的东西，小苗直播间从来没有卖过的东西，从来没有。你刚才把这个都带走了，不是？这个买的到底要是？啊，对，这种挡一挡。我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是什么东西。给你们看看。嗯，看这是什么？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？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，哥姐们？有没有知道这是啥的？爬上去一个都晓不得，有还真有人知道。不是五指猫桃，对，霸王花，大家有知道霸王花功效的，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不知道的，我马上让阿米给你们介绍介绍。霸王花，火龙果花，没有，这不是火龙果。你到底你这给他干的，他来这个奶茶精神的，炖汤你要带个布了，不是？特别的好，泡茶炖汤都可以，泡茶炖汤都可以，清热解毒的，热闹，不认识，炖肉吃过，是这个可以炖肉的，炖汤都是可以的。上次我买的水叶是天然水叶，我们卖的是天然的，我们都是在农民农户这儿收过来的。我一百遍没有回复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它这个东西其实你它就是仙人掌科的植物，知道吧？其实你要说火龙果花其实也是没什么问题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啊。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炖汤泡水都可以泡个。它是最主要对肺特别好，清热解毒。咱们有上了年纪的，就是你们刚刚拍过贝母的，跟这个一起炖炖汤或者泡水都特别的好。咳嗽对咳嗽也是有好处的。还有这个东西功效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功效太多了，非常的好，抗菌。先跟阿姨聊聊，看看这个多少价格能看能不能拿得下来。嗯啊，你这个怎么卖的呢？这个盖。嗯，好的，姐姐嘛，300。嗯。哦，300有点。不要多嘛，300嘛。300有点贵了。一点点。乖嘛。阿姨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，我前面也说过。嗯。但是我为什么没一直咱们直播间没有卖，知道吧？因为。现在货还在阿米家的，不会的，现在货还在阿米，在他们家呢。哦，因为太难收了。我就说嘛，这个是稀有的东西呢，这个是太难收了。不然的话，我早都给大家卖了。所以说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前面收过，我跟你说我们收的价格是多少？150。我就想说，起码你要收着一百包。150。那么你给我150个？150，我最多只能出到150。太少了，再加我点。增加不了，增加不了，150。然你一包嘛，两包。说这个，200才可以喽。200。两包。嗯。这个你看看，它要钱，怎么一大包才有2斤？这个。它不压层嘛，搞好这个。不压层哈。嗯。确实。
确实不养成这个确实这个东西咱们说实在的一百五可以了。嗯，一百五嘛太少了，再加点。加不了，真加不了。我一百五我还没卖走过呢。你没有卖过一百五的？我最少都是一百八。最少都一百八。嗯。但这个东西说实话啊，嗯，东西确实是好东西。真的吗？但是一百五我也真的没有少给你，真的没少给你。可以了，嗯，不行不行，再交点。哎呦我的妈，太难了，阿米你谈吧。哦哟，那觉得我们难说话该，我们同情到底了，你还觉得我们难说话？没有，你觉得你难说话？娘娘，你不要这样。你想多卖点，我们想少赚的低一点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哦，我们是，那在我们买卖就是，我就想多要点，啊、你们来想少给点。你对演技好的话，你们点那棕色的小包包，可以去看那个石斛。四川多这种，对，这个我们那边也有，对他们这边少一点嘛，少一点。你们那边有，我们这边就相当的稀有的噻，我们这边少得很这种东西。哦，你们这边稀有哦。可以了，这样，亮亮就，哎呀，加十块，那个加160，160受不了。160，160确实。160，小伙子。160确实收不了，确实收不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看看，真的要干净，要晒的要干。150可以了，真的150给我们吧。150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再差不多了，亮亮，这我们都是这个价格收的。你要我要再给你加价，给你加以后，我们货就没法收了，知道吧？收不着，我们只点三只是很少。啊，还说有人是弄着这个，可晓得了？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这个少得很。可以了，150给我们吧，亮亮，给我们吧。150嘛，好。150。哎呀，是了是了，那得卖给你们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搞定了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150给你们白菜价，给你们上一波，好不好？想要的给我扣个一。平时泡泡水，上火了就喝这个东西，泡一朵，泡一朵，我白菜价给你们上。嗯，这样吧，阿米。嗯。嗯，这个咱们做什么规格给大家上呢？嗯，这个100克。上100克还是上多少呢？嗯，上，要不上半斤？半斤，那也150半斤就是75。你们说是上半斤还是上那个，100克？打半上半斤的打半斤，100克的咱们打100克。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要。多少我就给你们上多少。哎，半斤多还是100克多？看嘛。好像还是100多一点啊。100克吧。嗯。好像半斤也挺多的。半斤也挺多的喽。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半斤买的话会更好。100克有点少。100克有点少，其实很。半斤就半斤煲汤的话，就半斤会更好一点。半，那行哥，咱们就直接给大家上半斤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阿米。嗯。因为这个品咱们也从来没有卖过。嗯。这个品大家，我跟你商量一下啊。嗯。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们要不然就给大家上半斤。半斤。就不赚大家钱了。不挣大家钱。嗯。那也可以的。半斤就是75。75。75，然后加上5块钱的包装运费，80。80有点难听。80也不难听啊。嗯，888嘛，哦，88。不是，就80块钱。80。那个你看着弄嘛。嗯，83，嗯，这个就不赚大钱，因为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东西，从来没有卖过。但是我经常喝，清火。我这个我喝过，还挺好喝的，是吧？或者泡直接泡水喝，或者炖汤都可以。那行，就78吧，嗯，好吧，78，就78吧，少亏一点点。不要88了，就78。就直接少亏一点点，一旦我亏个2块钱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也不要觉得什么小苗你不能亏本，没关系的。我其实我这段时间我也想，我来到云南了。能把好的东西直播间的带给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也挺开心的。说实话，咱们不能每个产品都赚钱，该亏一点的给大家做点福利的，咱们给大家做点福利；该亏本的咱们亏一点，该赚钱的咱们赚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觉得小苗话说的没毛病的，给我扣波666，78半斤直接给大家上车。怎么冲？用就是用开水冲就可以了。
这个煲汤很好的，你们放一朵或者是两朵嘛，对吧？你们这边都是用来煲汤的吧？嗯。哦，这个煲汤挺好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买了你们好多东西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要不要买五福锦和这些？煲猪骨很好喝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挺好喝的。阿姨，这买五福锦，阿姨呢？我真的刚才比这快，你干不了。嗯，而且现在干不了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刚才我对这个做敌人。嗯，该一个钟头都不等于上钱，上钱。终于到，开始干，进不去了。阿敏，真的呀？这样吧，过一个钟，咱们要亏就亏，亏的多一点嘛。嗯。福利要做就做满一点。这78还不行吗？直接给大家，他这里我估计也有几十单，直接给大家上个50单，多一点都不上，38。三，那你亏多的了。要搞就要亏就亏多了，不要说什么38半斤，直接给大家上，只有60单，抢不到就没有了。亏死了。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话。那不得嘎了。就38，我说了算。是吧？我说了算，我说了算。你哭了，你哭个啥？我没哭呀。你没瘦的亏了吗？没事，我少上一点，我能亏得起；多了我亏不起。我现在直接给大家上38半斤，抢去吧，抢去吧！只有60单，抢不到就没有了啊，哥姐们。不亏不行，我只有60单，抢完就没了哈。大家每个人买一单就行了，每个人限购一单，不要买多，千万不要买多。不要买多，哥姐们，这个我不建议大家买多，也没有必要去买多，哥姐们。38。干嘛用的？清火。就是大家煮水和炖猪骨、炖汤都特别的好。煲汤的时候放吗？嗯，煲汤的时候放。嗯、赶快去抢！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东西，今天就38半斤，给大家炸一波。就亏就亏吧，你们抢去吧，叔叔阿姨们。半斤。没事没事，哥姐们，没事哥姐。你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们，一直都在支持我们，一直都说实话啊，我们来到云南，我说着说着大家特别的关心，都我真的特别的感动，真的超级的感动。是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给大家来点福利没什么。对，以后每天给大家来一款福利，可以每天给大家来一款。好的好的，可以不得了，没了。深圳这边都用它来煲汤，煲汤特别好。对，这个煲汤很好，煲汤特别好，煲汤特别好。小苗大男子主义，我说实话，我确实有点，这是真的，我也不否认。阿米，你看这个嘛，嗯，你把手机关掉，你一直头在那边哪行呢？嗯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。拍几单了，上香菇吧。嗯，那行不行，咱们给大家来点香菇好吧。香菇大家想不想要香菇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有燕子在叫，燕子，穿发衣。嗯，这个那啥蚕豆。嗯，这个好吃。嗯，确实挺好吃的。还有人没抢到怎么办？没抢到继续上吧，亏就亏吧，这得看你了，你说了算。有多少人没抢到？没抢到的给我扣个一。
没抢到的扣个一哥姐嘛。你我也不想上，但是你说有的没抢到，有的抢到了，不觉得心里不舒服吗？这样吧，再给大家上20单、30单嘛。嗯。好吧，再给大家上30单，好吧，咱们最后再给大家上30单，再上30单，哥姐们，这次我再抢不到，对不起，我就一单都不会再上了，一单都不会再上了，好吧，对不起。